吃啊，快点。是不是这次好像都在展示？哦，今天就是 Burberry 的新装，然后因为今天是我们是一个工艺展嘛，所以就在里面参观了一下，然后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它有点类似像军装，但是又是斗篷的形状，穿起来还蛮帅气。是不是有点宽松？当然啊，所以是有大家说的好消息，应该可以开心的。你现在已经四个月了，是吗？其实就是一个还蛮愉快的过程，然后因为很多东西也希望可以自己多保留一些，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帮助。所以自己打算工作到几个月再休息？我这一两个月都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工作，拍广告啊，然后拍杂志这些的。老公，你有没有做一些贴心的举动？好像还去散步哦。对，因为他刚好前两天有假回来，然后我们就没有，其实很平常啊，大家就正常去吃饭啊，然后看电影。会不会说就是干脆给他养？什么？他会不会说干脆给他养，不要工作了，在家里就好好的休息？我觉得不能不工作哎，因为我觉得工作也不是说无关于给谁养的问题，我觉得工作是一个我生活的动力跟快乐的来源之一，在我还能够身体还可以负担的过来的时候，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工作。嗯，那他宝宝是没想过吗？都还不知道。那你宝宝是什么？都没有想过这一些。有害喜或什么不说？没有，一切都很好。所以没有特别变得想吃什么东西吗？一直都很爱吃。这个是。有没有叫老公说，哎，我突然很想吃什么，发生这种事了？没有，我一切都还蛮正常的。对啊，都很好。你好朋友是不是结婚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知道啊，知道啊，消息那么大。就是那时候当伴娘的时候就结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们同时间知道的。真的，我是看那个朋友圈知道的。就是你跟他们比较好，就是从好朋友变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也蛮难得的缘分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们都很珍惜，然后可以有这样的结果，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也很祝福。所以升起相恋的时候，心如在旁边怎么看他吗？什么相恋的时候？就是他们没有啊，公布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啊。所以不知道他们偷偷四年都不晓得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你们知道问不出什么来的，我就是很开心的，然后祝福他，然后真的非常的为他开心。所以会打算留在台湾待产，还是会？最近都会在台湾。今年中秋也会跟老公在台湾一起度过吗？中秋在。我在，他不在啊，他在北京拍戏啊。会这么休息一起，然后谈恋爱，跟你晋升是吗？这种东西还是要讲究缘分的。对啊，大家顺其自然就好。回忆来，老公有没有做哪些让你很贴心的事情？我每天都蛮贴心的。比如说？哎呦。没有，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真的都很忙。然后就像一起吃完饭散散步，我自己就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虽然很平凡，但是很温馨也很幸福。每天都会打电话吗？正常啊，正常。都说些什么？就是正常啊。对啊。有觉得关心宝宝比你多吗？没有特别有怎么样，很正常。结婚前跟谁讲 ？OK 啊 ，OK 啊，我是一个正常人。所以有时候为了养他，好像就是酒的规格，会把一些就是需要控制。酒啊，偶尔喝一杯应该没关系吧？饮食方面。
其实平常也就吃的还蛮清淡的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。就是婚前婚后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？最大的改变，我觉得是心理上面更加的安定，然后可能也多一些责任感吧，因为现在的那个家庭并不是只有对我自己的家庭，我的爸爸妈妈的家庭，可能还有我们两个人的家庭，然后包括就是先生那边的家庭，是等于是三个家庭的结合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要思考的更加的周全，而不是单一的以自己为主的出发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